金门太，老张。哎，陈六，老张。金门太，你真厉害哦！别人吼拢传莲花风景给我呢，连山吼传三张狗，啊，这恁太旺财嘛，真的是旺旺旺哦。啊，是讲这道是你来做的，还是恁家来教的？哼，阮囝，咁是咧讨冤家的讲。这么少年哦，嘛咧嫌咱戆嫌咱慢呐。我知哦，伫咧社区大学二诶，老师教诶啦。我一个月就会晓啊咧。安尼未歹呢，是讲旺财什么时阵变到这大只啊？帅哦，哎，真歹呢。规工场哦，敢听我一个人诶尔，连阮某嘛无伊法度。哦，安尼唔好哦，教都爱教呢。哪会无教？啊，伊也未伫办公室乌白放。啊，食物件无固定的所在，哦，啊，看到唔爱人哦，佮一直冲一直飞呢，嘿，一上回司机哦，我惊伊个。金龙党诶，你妄想遮尔歹啦，啊，你佫无得拔起来，啊，林刚啊去惊到人，咬到人要安怎？哎呀，袂啦，伊也冲出去哦，我来叫王仔啊，啊，伊佫走转来安尼，我偌乖个，我拢在看啦。你是看狗还是看手机啊？啊，你有想看卖？恁活偌久？啊，林刚你也做生，啊，恁旺财要安怎？恁某甲恁囝，干嘛都照顾伊？啊，无法度啊，狗敢听我的尔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无人照顾旺财，啊，旺财唔就关伫笼仔内一世人。啊，政府来处理啊！哎、欸，我有纳税金呢，政府负责啦。你是讲收容所？你捌去收容所看过无？恁旺财这么大只吼，无人会收养伊啦。啊，你安尼吼是造孽呢，旺财真可怜。啊，你敢好？哎呀，船长啊，我人阁好好伫遮，啊，你讲遐个哦。哎，当然啊，养宠物是世人的责任啦。啊，你这么介意旺财吼，啊，你都爱介意亲近恁厝内面的人。啊，唔好乌白飞乌白撞啊！爱耐心达教，卖达拍，啊，一定有效的啦。啊，人讲吼，大狗爬墙，细狗看样啦。你若耐心吼，教旺财，啊，恁囝吼，卖学你啊，耐心教你用手机啊。等下，船长怪怪哦、喔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甲狗同款啦？无啦，同款吼，缘投甲勇壮啦。来，咱来饮茶啦。金龙工业有限公司，您的信。哦，我来背哦。您的信。那就这样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的信啊。这个月。嘿，这个级别当领钱呢？那今晚上到位啊？就你们工厂的狗会追邮差啊？信都送不进去啊，拍谁啊？哦，各位当学生哈，看缘分。再见。哎呦，哪样呢？所有朋友啊，咦，够爱噶！